有时候总有一种活在梦里的感觉。活在梦里不好吗？就是有些地方不太对劲。这里有两杯酒，一杯可以让你看清真相，另一杯可以继续让你把梦做下去。你选哪一杯？别可怕，来喝杯这个，感觉会好一些。今天送过来的那个人无法接受适应真实的生活，接近崩溃，非常危险。知道了，哪怕真相就在眼前，他还是更愿意相信元宇宙里面的世界。